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在家里拍视频呢。最近生意忙起来了，你们看，很多衣服卖衣服。小美啊，干嘛坐在地上啊？坐在鞋上。最近生意忙起来了，你上晚班，跟这个小姑娘，是吧？怎么样？这个小姑娘怎么样？喜欢，可以啊。还可以啊。生意忙起来了，兄弟们，以后不知道更新视频能不能每天更新两个了，因为忙起来了没时间拍视频了。难。难啊。我拍视频也是玩玩的。今天我们搞一个什么话题，小美？哎，要不等一下上首歌吧，可以吗？不行啊，切手，有点累啊，辛苦了。等一下我们看吧，看他忙完要不要唱首歌给大家听。他坐在地上在忙，这个。蓝子怡，这个小璇璇，小可爱正在聊天。晚上就他，我们两个上班。会唱歌吗？那个我都点了，会发货。厉害。他来发。会唱吗？这些数量是没有问题的。啊，他不会，他听不懂，不管他。这些货刚到。两个。好，我们等他忙完，等他忙完，看他有没有空唱个歌。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安排。下面戴我眼镜。你是说我戴眼镜好看吗？戴我眼镜还真像老师一样的。开心什么？不知道。昨天前天去你家玩了，你今天开心啊？很多礼物。很多礼物啊。那你是准备干什么？开心。开心肯定就唱歌啦。好，来唱一首。这是什么？哎。这个是什么？听一下。我编。这是什么歌？这是中国歌，越南版。越南版是吧？啊，粉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歌吗？好，听你唱吧。这我不会唱。不闷，兄弟们干巴，苏德娘。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唱完粉丝会知道的，他们肯定知道。而且这个是中国歌，但是越南版，但是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年重沙，爱干温温松河，马队队，梦想不飘松，而在个别路。
爱安的。你还会唱中文版的？我迟来是不要气馁，只能撤掉原对，就不一起去。厉害哦！天心般梦想起飞，不会。不会啊，中文你要学一下。不过会唱歌的人，他就是天生会唱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喜欢听小敏唱歌吗？喜欢听的，大家的评论区打出来，大家多多点赞哦，请关注我们，点赞我们，有什么需求，我们尽量的满足粉丝。来，这一集我们就到这里吧，唱了两首歌。你说明天不说话不了。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。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好的，拜拜。拜。OK， 坐。